丰盛的一天从这里开始。早安，欢迎收看1月7号星期三的晨光第一线，我是蒋焕。环游世界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不过呢，碍于旅费昂贵，也没有足够的假期，这个梦想可能很难实现。不过呢，有两个欧洲的年轻人居然想要不带一分钱就环游世界80天，那么这是不是异想天开呢？他们最终又有没有顺利完成呢？稍后的潮流解码告诉您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国际新闻。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生自杀式炸弹攻击，一名妇女在著名旅游景区的警察局里引爆身上的炸弹，炸死一名警员。目前还不清楚干案的妇女是不是同恐怖组织有联系。事故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著名历史城区苏丹阿麦特。警方说，干案的妇女进入警察局报案，用英语向警方表示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然后就引爆身上的炸弹。当地媒体报道说，警方还在妇女的身上找到另外两个炸弹，并且安全引爆。当局正在调查妇女的身份。这也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警察的攻击事件。澳大利亚外交部对准备前往印度尼西亚旅游的国民发出旅游警告。澳大利亚是在美国发布警告，指印尼泗水有潜在威胁之后，提升了旅游警告级别。澳大利亚政府在外交部网站上呼吁，前往印尼的澳洲公民必须提高警惕，因为印尼面临高风险的恐怖袭击威胁。外交部长毕晓普指出，澳洲正同印尼政府密切监督情况。毕晓普也提醒澳洲公民不要忘了2起巴厘岛爆炸案，爆炸案共夺走了92名澳洲人的性命。